亲爱的，你准备睡觉了？哦，那个没有没有，我没洗完脸，我把毛巾忘在洗手间了，我去拿一下。等一下，你手上拿的不就是毛巾吗？忘了，你看我这记性，我眼镜儿忘洗手间。站住，坐。嗯，这是电话，我可以开始了。姑爷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。请问，今年你是不是跟某一个人有着特殊的关系啊？这说什么呢？根本听不明白，什么意思？你不用在这里装糊涂。这两个扳手认得吗？这不白玲珑的吗？没错。这对扳手的主人呢，已经跟我说了，你跟某个人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的不正常，他亲眼目睹了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。说实话吧。既然这样，行吧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你喜欢上了一个女人，说话。你是不是不说？我。既然这样，我就跟你直说吧。说，我说什么呀？我说，不承认啊！来，我问你，本月的八号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忘了。九号呢？我失忆了，我记不住。你心里有鬼！今天是七号，你心虚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心虚？嗯？其实我已经知道这个人是谁了，小姐。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，而且还很瘦吧？嗯。没想到啊，你居然喜欢上了落落大方的俏俏。啊？他跟俏俏的相识是那么的浪漫，但是却是那么的荒诞。嗯，还是说你好？说什么呢你？怎么了？这就是你调查出来的结果呀、啊？是啊，我这是经过我认真调查的。他，哎，谁都看得出来，这唐欢跟俏俏是一对，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，这唐欢，哈哈，唐欢长成那样，谁会喜欢他呀？意思你看，小姐，好子。来，莫名其妙，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我的天哪！好了 ，Darling， 满了，我也先回去睡觉了。好，你早点休息。好，晚安。Good night。Good night。早点休息。嗯。傅宇俊，你是不是喜欢上骆小溪了？